下面第三段，闻名俱生，哎，这四个字太殊胜了。我们看到这四个字，对阿弥陀佛感恩无尽了。啊，他真了不起，太伟大了。脱离十法界，靠什么？靠一句名号。我们看经文：我若成正觉，列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你看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看见了的出去，但于令众生出生善根，成就菩提，则莫若持佛名号求生极乐。这话真话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地球上的大学，我想没有一个大学能有它有那么多的科目，那么样丰富的智慧，比不上了。啊，佛的经典，你看这一部《大藏经》，你看中国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。啊，《四库全书》让一个人来读，就算你能活一百岁，你一出生就会读，一天念八个小时，念一百岁还没念完，念一遍的，念一百岁没念完，真正叫大学问呐、啊！几千年来，无数的圣者，他们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累积，在这部书里头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应有尽有啊！啊，乾隆皇帝是虔诚佛弟子，对佛菩萨特别尊重恭敬啊，没有把佛经放在寺库里头，单独编一套叫龙藏，就是佛经，佛经单独编一套啊，不跟这个寺库混在一起，道混在里面了，道在寺库里头，寺库里都没有佛经啊，这特别尊重啊，所以讲寺库还要把佛经提上才圆满啊，漏掉佛经的时候就不圆满了。这个东西乾隆有大功德，做了一桩大好事，就是编纂这套书用了十年时间，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，做出这么一桩大事情啊，这个大事情是贡献给全人类的啊，能帮助全人类，帮助全人类能得到知与至善。这个地方这个四句偈就至于至善，这佛经上你看就是四句。中国传统文化圆圆满满在四句当中，我们看出去啊，但于
要用这一样东西，不需要多，简单明了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出生善根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句名号。这一句名号就能出生善根，就能成就菩提。所以净宗法门欧耶大师说得好，弥陀要解里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。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真心一点怀疑没有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，不可以有丝毫怀疑。从哪里显示？从万缘放下，这才是真的。这个世间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，不叫真心，你的一根还没断掉，彻底放下，连诸佛菩萨也放下，就是一尊阿弥陀佛，就是一个极乐世界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就行了。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啊，这一首偈子所说的，你完全掌握住了，你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去到那里干什么？去做佛。所以才下面说，就是说这首偈子，我若成正觉，啊，法藏比丘，成正觉就是成佛，他成佛了，啊，他的名号叫无量寿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完全是梵语音译的，啊，意思呢，意思就是无量寿无量光，啊，光明是说空间，啊，光明普照啊，寿命是讲时间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讲时间，我们现在讲时间空间。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代表时间空间，时间空间都是无量的，都是没有边际的，那无量无边的时空，阿弥陀佛名号就代表这个。众生闻此号，听到阿弥陀的名号，俱来我刹中，他就来接引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对于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，深信不疑。佛哪有骗人的道理？哪有说妄语的道理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很难接受，李老师劝我很多遍，啊，至少也有六七遍，
我都没接受。啊，最后一次骗我，说到的我自己都笑起来了。他说，就算阿弥陀佛佛说的话是假话，这2000年来多少有这个修行人，有大学问，有大定，有大福，他们都受骗了，我们就受他骗一次也无所谓吧。老师讲出这样的话，劝我下去，我尊重老师，知道老师爱我，我还是不肯。啊，为什么？年轻，喜欢大经大论。啊，我这个入门是方东梅先生教导的，他还介绍一部经给我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他叫我学这部经，所以我这部经的印象就非常深。啊，华严3次翻译，有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，我都得到了。啊，这个经我跟同学们讲啊，80华严是其中一个，这分量最大的，99卷。啊，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要20000个小时。我讲了4000个小时，1/5。太难了。啊，最后看到文殊普贤，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2位菩萨。啊，看到这2位菩萨说法，他们怎么成就的？往生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成就，我这才死心塌地了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来追随搞这个华严经，就是追随文殊普贤，结果文殊普贤是念佛往生的，所以我这才下定决心把华严放下。专讲无量寿了，专学无量寿了。啊，李老师劝我的，我终于肯定了。啊，他也就放心了。啊，不是看到文殊普贤这个2首偈子，我的心没死啊，死心塌地啊。这个条件重要。啊，所以这4句经文，那大愿之心，48愿的核心，全经之言，啊，整个无量寿经的眼目啊，太重要了，这4句话了，啊，十方如来度生之妙手，一切众生出苦之爆发。48愿，全是此4句的开眼。这4句话展开，演出来，啊，表演出来，说明出来，就这4句，必成正觉。如善导大师所谓。愿愿皆表念佛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善导大师，唐朝时候人，啊，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日本人相信。我在日本，我问日本人，你们相不相信？他们都相信。他们相信善导是阿弥陀佛，智者大师。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是他们对这2个人比什么都重视。
啊，善导大师这一句说得好，愿愿都表念佛，阿弥陀甚好，具无量意，无量寿，无量光，无量清净，无量庄严，无量智慧，无量菩提，乃至无量之无量。无量寿表常住法身，故以无量寿统摄一切法，如来名号，普闻十方啊，闻名众生俱来我刹了，以称名故，即堕善根。所以我们要修善根，念阿弥陀佛就修善根，修无量无边的善根。那念佛的人跟三善根，不贪不嗔不痴，完全相应。那得生净土，必证菩提，殊胜圆满，究竟方便。在这首偈子里头讲尽了，弥陀大愿，所以超世并号愿望者，正在此也。这一句念到讲得好，文不长，意思明显啊，一般人都能看得懂，句句是实话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啊！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